大学生面露疲态，瞒着爸妈做这种事。大学生过来看，爸爸先开口说：“我这个小朋友好累好累。”妈妈接着就讲：“我明明看他12点就去睡觉，但为什么隔天你要一直打哈欠打哈欠？”我就问一下儿子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他说：“最近交了一个女朋友，可他都不好意思跟爸爸妈妈讲，爸爸妈妈睡着了，他是让他说出去跟女朋友约会。”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《医师好辣》。